虽然我遇到很多的狂风暴雨，甚至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前面黑暗看不到路，但是我们深信这一份爱，它会一步一步的领我们走出来。是这份爱，足以走向世界。是这份热情，足以改变生命。是这份爱，足以我们无怨。是这份情，足以爱不怕离。
拜，我们爱我们的主。Thank you.
主要怎样说谢谢你？主要谢谢弟兄姐妹，让我以这首诗歌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耶稣。是这份爱，祝你走向世界，是这份情，是这份爱，祝你甘心生。是这份爱，祝你我能无怨。是这份情，是这份爱，祝你爱我爱你。祝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。
Oh, yeah.
能力的展现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啊。耶稣说少种的少收，不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来跟主起念，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，不要作乱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你是神所喜爱的，阿门。他们一切生活所需，他们心理、身体一切所
所需要的主主，你多多加添给他们，让他们一无所缺。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主耶稣。今天我要在这里向大家来报告我们的灯塔社区中心的建堂基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正在筹着建堂基金。为什么我们要筹建堂基金呢？因为这个建筑物我们是租的，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，就我们将一个松落还是一个建筑买下来，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担心，我们可以在那边的聚会，并且不用烦搬迁的问题。阿门吗？弟兄姐妹觉得重要吗？健康基金重要吗？重要，重要，重要。我们就一起来，我们响应这个健康基金，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健康基金可以很快的飙升，好吗？现在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写着的这个数额呢是还没有完全 update 的，因为有些人，我相信有些人弟兄姐妹还是外面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有 online banking， 所以我们有一些数额还没有 update。等我们 update 了过后，我们给你们一个最 update 最对的一个数额，这里写着7088.95元，据我所知是已经去到7800过了。我们将荣耀归给主耶稣，阿门。并且我们大家要一起的响应响应来给建堂基金，好吗？阿门吗？阿门。OK， 来，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。OK， 他是这个牧师呢，他是从宝石浸信会过来的。宝石浸信会就是在本麻达那边的浸信教会，埃当那边。我们邀请这位翠景牧师到我们这里来金钱来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阿们，来欢迎。在翠景牧师讲到之前呢，麦克牧师有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给翠景牧师的 take the day off。 我们讲，我们接下来是证书仪式啊，翠景牧师来前面。谢谢你们，也是我们将时间交给翠景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家一起来敬拜赞美。我们在耶稣里面都是一家人，阿们。无论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都是耶稣的儿女，阿们。我们彼此的祝福，耶稣爱你，上帝赐福你。向左右的讲，耶稣爱你，上帝赐福你。我也爱你。你怎样爱他呢？你给他一个微笑就可以了，给他一个微笑啊。OK， 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大家享受到天父爸爸的爱哈。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永不放弃啊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真的是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们，来面对这样的时代哈，疫情多灾多难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知道天父的爱不离不去。我们同心合一的来祷告，把这时间把每一个人都仰望交托。我们知道今天的聚会当中，谁是做王的？耶稣。所以在这里应许圣灵，阿门。所以在这里爱我们天父爸爸，阿门。
我们一起的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献上感恩，谢谢你没有撇弃我们成为孤儿，你借着你的宝贵师圣灵都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凡信靠你的人都有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欢喜快乐，你能够在今天你所定的日子来歌颂、来赞美、来高举称颂你的名。当我们同心可以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宝座、你的同在就在这里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欢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此时就临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临到整个的会场，也释放着你各样福音的天使环绕在这里。无论是讲的，无论是听的，都一样借着主你的话语得到造就、得到建立、得到安慰、得到鼓励。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让你兴起登塔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兴起每一个的新朋友，这里的社区的人，因着赞美敬拜，因着彼此相爱，每一个人来经历耶稣，更一生来跟随你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爱到底，你扶持我们到底。我们感谢你，欢迎圣父圣子再一次的在我们当中彰显你荣耀奇妙的作为。谢谢你，你说信的必看见你荣耀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我先来读一段的经文了，你们要放的也是可以啊。列王记下七章三到七节是旧约，哎，我有啊，感谢主啊。来，我们一起的来宣读。当我们宣读着神的话，神的能力就充满我们，神的信心、盼望都充满我们。阿门。因为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阿门。来，我们一起同心来开声来宣读。在城门那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？”我们若说进城去吧，城里有饥荒，必死在那里；若在这里坐坐不动，也必是死。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，若杀我们就死了吧。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，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哪里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、追杀军的声音，他们就彼此说：“这必是以色列王会卖啊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。”所以在黄昏的时候，他们起来逃跑，撇下帐篷、马、驴、营盘、造就，只顾逃命。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，进了营棚，吃了喝了，却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，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，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。那时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，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来吧，我们以王家报喜信。”阿们。啊，这个的故事是在列王记下，其实呢在列王记上的时候，下的六章就是上面的。为什么他们会遇到惊慌，会遇到这些敌军亚兰王的围困呢？因为他们亚兰人呢还没有真正进到他们的城市来攻打他们，只是在这个城外来围困罢了，好让那些食物不能进出。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就绝了食物，没有食物吃了，很大家也死的也很多了，牛马也剩下几匹而已。然后呢这个城外的麻风病人呢，他们的，你知道麻风病人是在以前是无药可救的，他们住在城外的，他每一天的食物呢需要城内的人来供养他们的。好像我们在隔离的时候都不可以出去啊，就叫 Grab 了，没有 Grab 了我们就没有得吃了，然后只有妈妈或者只有爸爸一个大人才可以出去。那时候我只有我一个人一个礼拜出去两次，两个孩子都不可以出哦。
哇，担得好重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隔离是这样哦。所以他们其实麻风病的人呢，当时呢是很绝望的，是不是？整身体烂，还没有这种饥荒，敌人来围攻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好像撇在一个城外，是等死的，就能够活就活，不能活就是这样的死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从他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有那个意志力啊，他们不怕死。你知道他们的严重性到哪一个地步吗？这个饥荒，他们的父母亲把自己的亲生的孩子都吃了啊，有两家就是啊，他们就商讨没有东西吃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其中一个说好，我先把我的儿子一起吃，然后隔天的时候啊，可能隔几天啦，因为人这么大只嘛，不可能一天吃到完嘛。然后隔天的时候要数天后要吃另外一个人家的儿子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把他儿子藏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妇女，其中一个妇女呢，就跟王刚好王走过来诉苦，说这个女妇女不守信用。这个王一听到的时候就很伤心，哈，为什么我的国家我的城市沦落到这样凄惨，人要吃人。所以呢，他才去找这个以利沙，当时是以利沙神人的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先讲前面的故事，然后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着重在这个四个大麻风。然后呢，就那个亚兰王呢就很生气，就要去找以利沙了。其实他是要做以利沙没有做任何的怎样讲帮助啊，因为以利沙是神人嘛。上帝很听他的祷告的，之前他也帮助了这些撒玛这个亚兰人，不要攻击他们哦，你们回去看哦，怎样帮助他们，反而他们还善待这些撒玛利亚人，让的军队，然后又送回去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亚兰王就很这个以色列王就很生气，以利沙，如果你早一点，当时呢，因为呢这个。亚兰人他们本来呢是策划在房间啊，小房间啊，策划要来攻打以色列的人的，哪里知道给以利沙的这个以利沙神人听见，就跟以色列王，哎，你不要经过某某的地方，我已经听见了，这个亚兰王呢，他要设陷阱，你一走过呢，你们的军队走过，他就要来攻击你们。所以每一次一两次，圣经如此的说，一两次他们都逃过。然后呢，这个军队来的时候，亚兰那个王很生气的时候，知道说是以利沙去报这个他所设计的这个计划，所以就派军队要去杀他，那也知道他清晨一起来，他的仆人啊，以利沙看到，哇，这些的亚兰人的军队啊，好多都围绕他，很怕了。然后呢，以利沙很镇定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怕。”以我们同在的比他以他们同在的更多，然后就祷告神啊，你开启这个我的仆人的眼睛，让他看见，他属灵的眼睛一打开，一看到火车火马围绕在以利沙的身边，然后呢，他们的军队来了，这个敌军亚兰的军队来了，以利沙也没有动武，也没有说，就是祷告说神啊。你使他们的眼睛昏迷，就是这些敌人的眼睛昏迷，看不见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带着这个亚兰军队呢，到以色列的那个撒玛利亚，然后到以色列的王面前。那王以为说，哇，你这么厉害啊，你带这些敌军来到当中，是不是现在轻而易举的把他杀掉每一个人？因为他们反正都是我们仇敌嘛。但是呢，以利沙说，不，你善待他们，你把宴席给他们吃好了，吃得好饱，然后才送他们回去给他们的主人。好，他真的是这样做。所以呢，可能亚这个以色列王就很生气，说为什么当时你不允许我们把他杀掉，
让他没有机会再来攻击我们，围困我们的城，使到我们的人民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，他当时呢很生气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王很生气，以利沙，他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，他派了他的助手来跟他讲，他很生气，他想要对付他，就说王要自己对付以利沙。那你知道，以利沙讲说，你们不要怕，明天哦，很快哦，明天你们就可以看到你们有食物吃了，然后呢，食物又很便宜，因为现在他们没有食物，他们要用很高的价钱来买，所以呢，人民很困难，很困境。但是他的那个以色列的王呢，他的助手就讲说，天窗开了，这件事情也不会发生。凭着我们的眼睛看现状是不可能发生，所以呢，这个四个麻风的戏剧就出来了，忽然间就有四个麻风的人的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四个麻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当时呢，第一来我们来看，他们永不放弃自己，很刚强，很壮胆。其实你讲四个麻风呢，当时呢，死就死了，反正我都是病到这样惨了，现在饿死也无所谓了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你看，他们没有这样的放弃，他们在城门那里的四个长大麻风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为能坐在这里等死呢，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还健全的人，如果现在大家可能有一些减薪，可能有一些失业，可能有一些的生意倒闭，或者是可能你的健康有出问题，像这个麻风病的人是被人遗弃的，人家看不起的，就是把他丢了，而是当他是一个垃圾了的，没有人敢亲近的。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是跟麻风病人一起吃饭，耶稣按手在麻风病的身上。我们当中我不晓得，只有你们才上耶稣很爱我们大家，无论你的状况如何，你的背景，你的过去是如何，你们来到教会，你们一定能够找到耶稣爱你，永远没有放弃，耶稣永远的会给我们新的一条路。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就好像这个麻风病的人，我们的状况不比麻风病糟，我们还四肢健全，我们还可以活下去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生命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来到教会，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会给你重新开始的一天的，阿们。没有什么东西是迟的，在神的时间，凡事都是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，我们还有回转的机会，阿们。很多基督徒，很多那些过去的生命很破碎的，和人家看不起的，甚至家人也不要的，但是他们一旦遇见耶稣，听到福音，他们信主了以后，凡事都可以变成不可能，变成可能，重新开始有一个灿烂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，像这个麻风病的人一定要有那种的求生的意志力， OK。 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害怕目前啊。所以如果你是那一个失业的，或者是减薪的，或者是在工作上受到压力的，或者是在婚姻上，或者是在人际关系遇到人家的冒犯或者欺负你、欺压你，你不用怕，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阿们。 OK。 第二呢，我们要来看到他们怎么解决。他们不单单只是想不要在这里等死，我不要在这里等这个疫情过，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活下去的。他们就是四个人，四个人就是我们不要孤单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人的， OK， 每一个人都有同事同学的，每一个人都有邻居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弟兄姐妹的。你们来到这里，就是在神的家里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阿妹来唱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欢喜的快来唱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
放大。所以你看这个四个大麻风的人怎样说呢？我们哦，所以如果我要进到城，城也没有食物吃，也是死的。然后如果留在这里，没有人送食物给我们，我们也是死的。只有一个办法，来吧，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，就是他们要出去到敌方啊，那个敌军那边。然后呢，他们若留我，我把他们不如留我杀我死我就死吧，就是进退两难，无论一定要做出一个决定。如果大家已经同意决定一样的事情，大家要同心一起的迈进。阿们，在神的教会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感谢神，谢谢真的是真理神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。当我来到这里敬拜，我觉得很温馨，我觉得很有那种的归宿感。因为教会小地方其实呢是很好的那种的联系啊，那个关系很好。我也听过你们牧师的见证，他过去是怎样的，但是他信了耶稣，他生命改变，他现在成为牧师来祝福这些社区，他做了很多的善功，很多的好事，帮忙给这些社区的平民食物吃，给那些那些比较弱小的家庭没有办法给孩子补习的，有陪读班，各方各面面，还有在马里布捞有一个那个心灵的养生之家，养心之家，所以你看，你们要跟牧师同心合意。当我们生命经历神了以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一样的，我们要刚强，不要放弃。无论你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，还有你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都是你的亲人。OK， 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一定要把你的内心里面的苦楚、里面的问题分享出来，你觉得对方，你觉得你很信任的，你很舒服的，你一定要讲出来。我也曾经来参加过你们的灯塔的祷告会，也是很温馨，大家很轻轻松松，有什么事情就是先来敬拜赞美，高举神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爱降临，然后彼此的来守望。我也知道这个弟兄刚刚洗礼是吗，所以欢迎你，我享受到神的爱，所以你看他很忠心，很主日崇拜很来，所以在这里 你会享受到更美甜美，神的赏赐，OK， 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要刚强壮胆。在新约里面呢，有一个瞎眼，他是讨饭的瞎眼，以前瞎眼，现在你有时候你看街边，我们也看到后，有一些的基督教的机构去分派食物给街边的这些膝盖没有流浪汉，当时呢，在耶稣的时代也是有一个瞎子讨饭的，他坐在一边，然后呢，他叫巴迪买，可以在马可福音10:46-52那边。然后呢，耶稣走过，他听过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他是神，知道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可以为人医病赶鬼的，他听到很多的见证，所以他一听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但是他又很厉害，他就知道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就是从大卫的族谱那边下来的。他一听到耶稣都说，你知道吗，如果你们曾经有办过什么布道会，大型的布道会，一个讲年来的时候会坐满的人，所以一样的，当时呢就很多人拥挤，然后他知道我机会来了，我一定不要放过，我不要放弃，他所以大声，因为他又看不到又不能去追嘛，他只能够用喊，在圣经里如此的说，就喊出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，他这样喊。然后呢，他的耶稣的门徒呢，还有其他身边的人呢，叫他责备他，安静的不要作声了，但是呢，他有没有放弃？他没有放弃，他越喊越大声的喊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因为他有需要了，他要看见，不然他也不要一生就是活在黑暗当中，一直做讨饭，我们都不要，马上我们还健全的人呢，我们能做工的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大家都希望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就喊着，然后耶稣听到了，我们的耶稣是怜悯的，就听到了，就站住，然后就叫他过来，他们就跟他讲说，耶稣叫你了，快点起来。本来就阻止的，但是 master 这主人讲了，他们就要顺服。然后这个瞎子的反应是很快的哦，哇，
总算我没有放弃，喊了两三声，耶稣听见了，他丢下了你衣服，然后就跳起来，就赶快跑到耶稣。耶稣也是很可爱的啊，耶稣都明知道他是瞎眼的，还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今天你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也问你们，你们要，耶稣说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当我们倾心吐意，把我们内心里面真诚需要告诉耶稣，耶稣一定会的。那瞎子就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得见。”现在目前的疫情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回你自己的亲情，一个健康，要一个工作，要一个我的事业能够从东山再起。你要的是什么？我的婚姻各方面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我的孩子上省啊，有些人哈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孩子啊，现在是因为常常玩这个运动嘛，尤其是 MCO 的时候又没上课，所以虽然是讲说上课啦，但是呢人在荧幕又在另外一边玩游戏。我们去探访的时候，还有那些父母亲一直讲不知道怎么办这些孩子啊，所以你要什么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你只要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有办法的。然后呢，耶稣直接跟他讲：“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所以今天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这四个麻风病人有这样有信心？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来的，是神的选民的，他们已经是知道他们有这位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神。 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，也不要放弃你的孩子，也不要放弃你现在上帝赐福你的东西。可能你看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继续相信。我们在陪读班哦，这里也是有陪读班嘛，我们教会也有办陪读班，那么都是那些来的孩子都不爱做功课的，然后呢你叫他拿功课出来抄，也不知道抄什么，今天应该做什么功课也不知道的，你要把他的书包里面的东西挖出来，拿这个不是很快，这个不是很快，这样跟他们讲。然后呢有一个呢已经他来的时候五年级，一个男生刚好住在我们教会对面的，然后他们的家庭也是有破碎啦，因为妈妈跑掉了，生爸爸一个人顾三个孩子。然后呢就他一来呢讲：“哎呀老师，你知道这些孩子要这样，哎呀老师啊，我一定是去预备班的啦，我不可能去中医的啦，因为现在从六年级开始要去到中医嘛，要去上中学嘛，老师啊，我就是这样的啦，我就是这样的啦，你打吧功课也吧。”但是老师不放弃他们，一直一边鼓励你尽力而为，做你应该做，做好你的功课。然后他们也乖乖，我们也祷告，他也乖乖。哪知道他拿到成绩的时候，哇，他爸爸也很开心哦，我们都像一样。但是这个就是想讲，你在里面就知道，他说我只有一个英语哦，其他都pass哦，我可以上综艺了。他爸爸就哇，不可能的事情，然后赶快跑来教会讲，老师老师，你看我的成绩，我可以上综艺了。还可以上综艺啊，本来是派去马来学校的，我们的教会也帮忙，竟帮他们去申请中华学校，也申请得到。所以你看，凡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，耶稣一定会帮助的。耶稣怎样帮助呢？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，也借着我们这些我们成为老师的尽力而为去教，鼓励他们不放弃。然后我们也不放弃说，哎呀，你能上综艺就好了，去马来西亚就好了啦，不用紧了。没有，我们还是不放弃。人家的爸爸，你一定要 try 申请，在，因为他是一个运动员，他很会赛跑嘛，所以一定可能还有机会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什么事情目前凡事不要放弃，一起的商讨，一起的来解决。阿门。OK， 无论是家庭的事情，无论是教会的事情，无论你在公司里面，你的员工，
你的属下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，祷告祈求神。因为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说，上帝的灵充满我们，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猛烈的灵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爱神的时候，这一切神就会给我们。阿们。有盼望吗？阿们。好，第三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要快了。第三呢，永不放弃自己，要起来勇敢行动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你又不要只是讲说你去了，你叫你爸爸去了，你爸爸自己去搞定了，没有，我们要从旁来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申请得到。所以一夜的黄昏的时候，他们就起来了。这个麻风病的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活就活吧，死就起吧，然后去到那边不见病人，没有人啊，本来应该是有大军队在那边的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。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奇妙，当我看到这节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说，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摩西、以利亚显现的时候，当然忽然间，他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忽然间云彩过后，不看到了他们两个了，只看到耶稣，OK，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哦。目前你们做什么事情，要勇敢，要有信心，然后接下来我们，如果我们不放弃自己，尽我们本分应该做的，做的，上帝就做他的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也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，也不丢弃我们。阿门。圣经里面耶稣讲说，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升天的时候，我没有撇弃你们成为孤儿，我也祷告祈求天父给你们圣灵，就是保惠师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现在耶稣在哪里？在我们里面。怎么看不见他呢？因为圣灵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帮助者，成为我们的好朋友，引导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，改变更新我们，医治释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借着神的话来成长。 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神永不放弃第二个阶段，有神的同在，你看他们不见到人马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。没有看到人，以色列人有出队吗？有去打他们吗？没有。但是亚兰人这些敌军耳朵听见车马的声音，是大军的声音。他们以为说以色列人跟北国跟南国的邻国联军来攻击他们，他们听到声音就要逃命了。所以你看神的同在，耶稣的名叫什么？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，以马内利，以我们同在的神。阿们。以马内利，以我们同在的神。神是会帮助我们， 他是会使我们刚强，使我们壮胆的。阿们。他会帮助我们，他爱我们爱到底。刚才今天早上的诗歌，他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不要害怕。其实呢，上帝在使用这个四个人麻风病的人的生命，来成就上帝的预言，成就上帝的救赎的工作。Okay， 他怎样使用他们呢？黄昏的时候，他们立刻要进去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敌人黄昏的时候要逃跑。当他们一信心踏进去的时候呢，上帝可以把这个人的脚步的声音变成好像一个车马大军的声音，所以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神是行奇妙的事的神，他的作为是很奇妙的。 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作为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。还有呢，你们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神也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困境的。是怎样困境呢？他们听见了哟，没有动刀动兵哦，他们就逃跑了。所以当我们也知道，在这个时刻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畏惧，因为耶和华神和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并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
如果你已经立志要做什么，一个新的策划，一个新的方向，一个新的事业，新的工作，按照神所给你的经验经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才干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开心看到刘神啊，今天我们都认识的，知道吗？我们都认识的，感谢神哈、啊！今天我又再回想起在爱修园的那种情谊。如果比如说你是在这个教会吗？你在这个教会了，你们有 practice 情谊炉吗？情谊炉还没有啊，可能可以的。你们这教会的都是敬拜队，都是这间教会的，很棒。你们是一个上帝高莫啊，高莫你们的团队，可能你们可以看多看那个Josie 的情谊炉，他现在在 YouTube 教啊，情谊炉就是敬拜祷告，就是这一个团队是神拣选的一个祭司，敬拜的祭司啊。我们不是说每个人要弹琴就可以弹琴哦，每个人哦，我们也只不是嫉妒，我们也不是什么每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，只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。好，我只是因为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要鼓励他们敬拜度，他们如果在浸泡下去，神的同在很强，那种敬拜就是单单高举耶稣，圣灵的水流运行的时候，上帝就自己做工，然后这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荣耀，就很多人会被吸引来这里，很多的医治释放，是不是？你们教会很多的医治释放呢？很多人来到这里就怎么我在这里觉得很温馨，觉得很被爱哦，因为有神的爱在这里哦，所以加油，你们加油哈！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恩赐才干的时候，我们付出，上帝必定会垂听的。如果你们当中很想哦，可能再没新的弟兄姐妹起来在敬拜方面，你们可以向上帝求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两个姐，有两个，一个弟兄，一个姐妹，他们小，就是好像青少年的时候，然后一个是从来没有学过钢琴的，另外一个姐妹至少有，但是她不喜欢看那个豆芽子、啊、她不喜欢看的，她说很飞叶树啊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在不同时间啊，就祷告上帝啊，我的手是你的，我是很喜欢弹琴，但是我又不喜欢被这个豆芽子叶树、啊、然后一拍两拍三拍四拍还是怎样啊，我也不懂啊。然后呢他们就说，上帝，我的手给你，给我有好的听觉，你引导我的手去弹。他们两个人是用 hearing 的，然后带下的神的同在不一样。这两个人都没有在我们教会了，因为他们长大了，然后去外面做工了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他们还是一样的忠心服侍神。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才干，有这样的负担，你们可以祷告的。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恩赐，只要你祷告，上帝一定会帮助的。Amen。就好像这个四个是大麻风的，其实神是在用他们成就大事，救了整个城市，这个是意想不到的。Amen。好，可以，好，让我们如果我不知道当中谁刚刚信主的，有吗？谁刚刚信主的？你刚刚啊？哦，好，还没有信主的呢，有吗？还没有哦。OK， 不用紧，有刚刚信主啊。然后我之前呢，我们也知道很多刚刚信主的哈、哦。通常呢，因为我们要脱离我们以前旧的生活嘛，我们以前是拜拜的嘛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晚上睡觉就有被鬼那种压到不能呼吸啊。然后但是还好，我的栽培者呢，教会的人就有教我说要叫耶稣救我，然后真的是耶稣救我的时候，那个灵啊就跑掉了的。所以这也是一样哦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里面有耶稣，也里面也有权柄，我们的开口来测证的时候，神就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困难的。 OK，
OK， 在圣经里面你有看哦，门徒那个彼得走在海浪当中，你在危险当中啊，你不需要祷告的很长的，你只要讲到主耶稣救我啊，主耶稣救我，救我，然后马上神就伸出手来救我的。啊，我们教会有一个乐灵呢，他听我们的牧师讲到，然后牧师有一次叫我们奉主耶稣的名，这里这些鬼离开。然后呢，这个乐灵呢就很单纯，他就有一个要好的邻居，他就去，邻居就叫他了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救我啊救我啊！然后他说什么事？我的儿子啊，拿着刀啊，现在想要自杀，可能他有忧郁症啊。要自杀，然后这个乐灵也这样的勇敢去了，然后看着那个年轻人拿着刀说啊，我要自杀，我要自杀了。然后他就想到刚刚好过刚刚主日不了，他就奉主耶稣的命令你把那个剪刀放下来，自杀的你离开。他整个那个马上哦，那个青年人就好像醒过来了，然后就赶快把他包刀子放下来。他说：“你给我你的刀子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是真的神的，阿门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的，他是与我们同在的。他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境的。啊，无论你现在遇到是情感的啦，或者是身体的软弱啦，或者是情绪的啦，各方面，或者是工作方面，只要你们呼求主，主就会帮助我们的。阿门。所以不要怕。”只要信，不要放弃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的来观赏这个。我们观赏的是一个短片啊，一个运动员在跑啊比赛的时候，然后看他怎么永不放弃。如果是你会怎么反应呢？假如你是那个运动员，可以吗？有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嘛，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儿女。OK， 我们来唱吗？可以了没？我们来唱一首歌，简单的，大家会唱的。耶稣爱我万不错，厉害了啦！因有神迹告诉我，凡小孩子主养，我虽主耶稣爱我。
这个是一个恬静的一个非洲人，他平时是很努力的，赛跑的哦，恬静的。然后呢，他几次都开刀了的。他的因为是运动员，常常要很激烈的来锻炼啊，他的筋就开刀了几次，但是他还不放弃，还是要竞赛。就在这次的竞赛当中呢，他的那个筋断了，又在弄到他，所以他整个人就不能跑了。然后我们观众呢，大家旁边的人呢，就以为说，哎，你已经受伤了，不要跑了，就可以退了了。但是他剩下一个小段路就要达到那个终点了，他还是一样的跑。然后他的爸爸就跳下栏杆来，然后就爸爸也劝他说，你不用跑了啦，反正你都跑不过人的嘛，是啊，你都受伤了。但是他爸爸就他说不要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赛跑，虽然我不能，我知道我拿不到冠军了，但是至少我尽我的责任，我要跑完。所以那个爸爸就陪着他，抱着他，然后他一只脚这样陪着他跑完到终点。哇，整场的人就拍手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，我们都会跌倒，我们都会遇到波折，都会遇到困难，但是要勇敢的尽我们的本分，还是继续的向前跑，不要放弃。我们失败不用紧，重新再来，然后我们软弱重新再来，我们给人家欺骗，我们也放过他们，也原谅他们，饶恕他们。好，种种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可能有时候小时候家庭的问题，家庭的父母亲二代是什么，我们也饶恕我们的父母亲。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天父是爱我们的，他必定陪伴我们走完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孤单的，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人生是可以重新带来的。因为的时间，我第三点我不讲了，我就以一个故事来做结论啊，也是一个赛跑的啊。有一个在2014年的旧金山马拉松赛跑的时候呢，有一位赛跑者，他名叫罗尼古德曼哈，他的人生，他是一个很喜欢赛跑的，可是呢，他有一次呢，他就不知道怎样，他就before 他赛跑的之前，他是一个流浪汉来的，一个很吸毒者来的 ，OK， 然后呢又偷，你知道吗？吸毒要有钱才能够吸毒嘛，所以他就偷被抓到监牢里面8年，然后8年的时候呢，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在思想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一定要学好，一定要让我的人生好好的走下去，我不要这样的一个人生。”所以呢，他就触地的时候呢，他重新开始，他就想办法，他去应征工作也应征不到，因为有过去的这个历史，有过去的经历哈，人都不要他，所以呢，他就成为一个怎样讲？流浪汉啊，在触地的时候还是成了一个流浪汉在那边。然后呢，他就最后想想，哎呀，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他就想，我以跑步，他去参加跑步啊。我们有时候有什么沙漠吧，在这里哈，他就去跑步了。跑步他也跑了。哎，人家看他，哇，他不错哦，他是一个跑步人，人家就另眼相看了，又对他另外一个看法了。然后他就重新开始，是一个马拉松赛跑的，坚定一个专业的赛跑者。然后不单是一个赛跑者，他还想，我不单单跑步还不够，他是会画画，他就开始画画的。他开始画画的时候，他因为他人生过去很多的经历，他画了很多他以前所走过的，还有所看到的事情，所以他整个人的生命完全翻转了，有信心了的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也是这样的，一定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用的，阿们。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眼中的同人来的，上帝会来翻转的帮助的。
所以那我们也要像这个摩尼这样、哦、要有一个的改变的思想，要不要放弃。他说我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，有些人说哎呀我已经半白了，不用什么学习的了、哦、像我这样、啊、我都因为疫情、啊、很多的这个技术啊科技啊这些电脑啊都要花时间去学的。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不放弃，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是你蒙福的。阿们。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呢，他们以前的老人啊是没有读书的，不识字的，但是他们还会做生意的。我以前的时代，他八十多岁过世了，已经死了几年了的。然后他来到我们教会，他说我要读圣经，我会读，听你们读罢了，我不要，我要会读。然后呢，师母就很好，就开一个老人班给他们，像小学生啊，哦，一个布置啊，一个布置方格的，然后学的呢是圣经的话，他学，他用几年写了这么高的，还给我们看。那这就是我这几年来努力写字、努力读圣经的。所以最后哦，他好棒哦，他祷告是全部都是用圣经的话祷告。你去探访他，他反而。这是我们去探访老人家嘛，关心啊，啊反而还安慰你、鼓励你、祝福你，都是用神的话来祷告祝福你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乐灵你们是有用的，可以的哈、哦，你们加油啊，可以的，都。所以不论是年男女老幼，在神的手中，我们是尊贵的。他常常以仁爱尊贵的冠冕啊，戴在我们的头上的。所以我们不要放弃，我们一定要来坚持到底。还有呢，我刚刚两个礼拜前收到一个乐灵，也是我们会有的，但是他也是一阵子没有来了哈。但是他去别间教会，无论他去哪里都是一样哈。然后我们就问他你好吗？他说 OK 啊。那你在做什么？因为我们最担心乐灵嘛。现在我做7979的，我们有分玛瑙。分级的，然后有一些乐龄他年纪太大了，又不可以做工了，然后有几家，所以我们就申请这个玛瑙给他们。然后我说你需要 apply 申请7979吗？他说不需要不需要，但你做什么？哦，我跟我的先生，我先生是回收，哦，回收我。他说我们收很多东西，什么旧的东西都可以，然后我们去龙龙古里卖。他说生意很好哦。人家不敢乱乱花钱了，很多人都去跑去龙龙古里找东西嘛。他说反而更有生意，所以他这个两个老人家说不需要你帮助，我们还可以自力更生。他们就是尽他们的力量，能够我还可以做，我去收回收。那刚好我要再整理家嘛，因为我的儿子要回来。所以我就整理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了，不是坏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有时候彼此的祝福嘛，很多的东西。但是我就被教导，如果你家太小，没有用的东西已经放了几年，就敞开了分出去给人，还好好的。这样我就把全部东西给他，他很开心，他开心我也开心，大家一起开心。所以很多方面基督徒活着呢是很有盼望，是很有光彩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真的是很欣赏你们郑牧师、哦、还有跟师母、哦、他们这么的卖力、哦、来关心来祝福这个社区，让我们真的是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阿们。我们自己蒙福了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可以吗？不要放弃哦！无论我们过去的生命如何的糟，不用紧，上帝在上帝的手中会变成不一样。让我们全心全力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阿门！让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哦。这个啊，故事我要讲完了。这个四大麻风哦，其实他们不单单自己蒙福得到食物，刚才你们有听到哦，读的时候得到食物、得到衣服、得到财富，然后他们讲说哦，可以，我们单单读约的要做约的，就是说要赶快回去跟国王讲有好的，然后呢。
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名字，从头
我们可以平安三个月。